说，你跟童年还相过亲啊？就是个乌龙。说说呗。他家跟我家都是世交，所以呢，外公就希望把我介绍给他认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告诉外公了，童年是韩商言的女朋友，九七他们都管他叫大嫂。嗨，你是不是总是能给老韩吃瘪啊？ 所以嘛，你这个纯良严肃的外表下，的确有一颗蔫坏的心。还好吧。小白，那你跟我分享分享被拉去相亲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我又不是相亲的主角，我能有什么感觉啊？哎呀，小白，你就跟我说说嘛。哎，对了。 你过年的时候不也相过一次亲吗？你跟我分享一下什么感觉？我过年，哎呀，我那个相亲跟你那个相亲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了？怎么就不一样了？哎，就是不一样，你告诉我，快点告诉我，哎，告诉我哪不一样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，我求饶，一不一样？ 一样，那你告诉我呀，一样。快点！哎，年轻可真好啊，羡慕。嗯。来，上来。不好吧？我都老大不小的了。 队长和沈哲去哪儿？怎么还没到？沈哲去打电话了。至于队长嘛，你就别管了。哎呀 ，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